隱辱未亡家國恨，是講阿越王勾踐帶著夫人去吳國服苦役，為圖復國大計，隱辱吳國對他的精神和肉體的折磨。有請越王勾踐蓋雲峰小姐、勾踐夫人、普色色小姐隱辱未亡家國恨，有請兩位。
王有令，勾践夫人进宫陪酒，不得有违呀！哎呀！因何还不速速进宫啊？
你罪了。我无罪，只是把昏君灌醉了。夫人说话也差矣，Oh,
得消哉。唔該曬兩位師姐啊，唱得好精彩嚇、啊！